我喜欢刺激，我喜欢新鲜，我喜欢不同，我喜欢融合，我喜欢去感受不同事物。这种各国不同料理对我来说就很特别。在这一堂课里面，我绝对不会找大家麻烦，快速，不要复杂，这是我一直希望传达出去的。再来第二个是，我希望可以用你身边的食材，可以做出你意想不到，或是你根本不用出国可以吃到的味道。现在很方便，很多的超商里面，甚至有一区里面是有东南亚食材、有西方食材、有日本料理食材。那你可能去一趟超商，你就可以买起，只要稍微做一些变化，你可以做出不同的味道出来，不同国家的东西出来。这是在这堂课里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。